Hello， 大家好，欢迎我们今天转一下我们的植物大战僵尸哦。那今天的话呢，因为哲平私底下的话都有在打竞技场哦。那今天的话不知道还在不在，但是我要跟大家介绍一只超级无敌酷炫的一只植物。这只的话，我昨天在打竞技场的时候，我自己也吓到。来看一下啊。那今天目前来说，竞技场的话还只剩下13天了，所以目前来说的话，大家想要拼一下我们这颗那个新的这个植物的话，可能最近要再找时间过来弄一波了。这边应该也会努力的来把它弄一波了，因为我们之前那只米饭真的是太强了哦。好，那我们今天就来玩一次给大家看。那这一次里面的这个新植物啊，超级无敌快帅气的哦，等一下看就知道了。你看它外表的话，你一开始也不知道它到底会用什么方式攻击，但是你们待会看到的话，应该会吓到。我觉得这只植物的话，真的是非常有趣哦。好，那这一次的话就是主打就是我们这一次的这个那个很像毛毛虫的这个植物啊。那这个植物的话真的超级无敌酷炫的。那首先这边的话基本当中还是用我们的米饭在打一波攻势啊，因为米饭其实我们还算是升级到蛮高等的这样子，所以基本上应该是没有什么太大问题的哦。然后目前来说的话呢，我们就先把太阳花花给它种出来。你看哦，待会你们自己看这只植物，它会变成超大颗的一个那个豌豆荚，然后你们看它待会发生什么事情，他们会直接好不好诞生那个绿色的僵尸出来，超级无敌帅气的，好不好？我直接傻眼，你知道吗？真的是直接蹦出绿僵僵，哎，超好笑的啦！绿僵僵直接诞生，超好笑的。那目前来说的话，我们一开始的话，哲平会先就是用我们的大招啊，先给我们这边的那个太阳花花充能哦。那他们充能之后，我们就可以叫更多的一些植物出来，这样子还蛮不错的。然后这边我们僵尸就会帮忙咬，所以目前来说的话呢，我们有看过就是把僵尸洗脑的啊，还有就是让他到时候直接变成一个那个就是我们自己的僵尸之类的。但是我还是第一次看到能够放僵尸出来的啊，真是还蛮帅气的、哦。那在第一场稍微比较麻烦就是那个扭扭，但是扭扭这边的话，基本上你看到了没？只要用我们的米饭啊，基本上一切没什么太大的问题啊。这个米饭真的是太 OP 了，太 OP 了，好不好 ？OP 的一匹，好不好？超强的，超强的。然后这边的话，我们又有一些那个就是豌豆荚诞生的这个就是豌豆僵尸啊，所以这边的话基本上好不好，就是让这个豌豆僵尸一直努力的往前进就可以了。然后这个牛啊，不管是什么东西啊，直接把它粘到地板上就完全没什么太大问题了，好不好？直接粘爆，直接粘爆啊、哦！好，这边的话开大招给米饭爆掉这两只那个比较残忍的这个东西哦。那这边的话，它的那个就是它会把就是小僵尸抛过来啊，所以也是比较麻烦一点点。因为它把我这样小僵尸抛过来的话，就很容易触动到后面的那个机关，那我们可能就没有办法就是拿到更多的僵尸的分数哦。不过这边因为我们有取得那个米饭啊，所以说真的米饭的这个威力啊，真的是还蛮强的哦。你看一直粘一直爆，一直粘一直爆就好了。但是目前来说的话，我大概了解就是我们那个竞技场的一些小东西的，就是你这边的话，竞技场它每一批的话，基本上都会有一些就是加成的或是弱化的一些植物啦。那像这次的话，基本上就是那种就是像我们缩小花花这种的啊，就是它会让他们就是那个分数变更多这样子感觉哦、喔。然后我们的那个就是米饭这边的话，可能就没有办法就是拿到这么高的分数这样感觉，所以大家可能要看一下就是这一次加倍的那个植物是谁，然后用他们来打，基本上会比较轻松一点点哦、喔。但是我真的觉得米饭真的是跟鬼一样，好不好？米饭真的是跟鬼一样，完全没有问题啊！直接把大家黏在原地，到底要怎么打？但是我真的觉得，自从我们之前打的那个竞技场啊，我发现就是这是章鱼人，我真的觉得这章鱼人还蛮麻烦的，因为他会一直把我们那个角色变成是章鱼人。那如果你没有把他就弄掉的话，基本上他就会一直是章鱼的状态，那你可能就没有办法做一波那个防护这样子哦。不过目前来说，这一次的话，我看我们的分数应该还算是蛮高的，应该是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可以顺利取胜。那第一场的话，连胜的话会有还蛮多一些还不错的奖励啊，比如说糖果啊，或者我们一些钻石，或是一些那个就是僵尸的那个卡包哦。那如果你想要就是快速刷分的话，那当然就是赢一场输一场，赢一场输一场，然后把我们就是那个竞技场首收那边的奖励拿到。因为这个的那个连胜的这个排行榜，基本上第一个都是我们那个首收，所以大家如果想要就是快速刷分的话，那当然就是赢一场输一场，这样的话速度会比较快一点点，比较推荐大家这样。因为当初我就是最后几天的时候在冲我们的排行榜的时候，我就用这个方法，然后努力的冲一下，然后冲到最后就是才可以让我们首收就是完整的就是保留在永远都可以一直玩这个竞技场的模式。不然如果你把手都花完，然后你又没有连胜的话，你可能就要等很长一段时间才可以在那个拿到我们这个竞技场手收，就会比较辛苦一点点了。那目
前来说的话，我觉得我这套阵营的话还算是不错。那大家之前有跟哲明讲说，就是我们这边如果是用我们的那个什么，用我们的就是爆炸型的植物啊来打我们这些关卡的话，基本上分数会比较低啦。然后这边的话，你们看魔法这个攻击型的角色，基本上他就是那个拿到分数会比较高。所以像我们这边的这个姑姑啊，这些的话应该都还算是不错，让他吃一吃，然后变成我们自己的僵尸这样子哦。那我觉得甜菜根应该是可以把它换掉，那我们换一下这个吃吃姑姑，好不好？让他们就是变自己僵尸。所以这关拿高峰的话，基本上就是要那个用多一点那个。弄多一点，这种就是能够感染的这些角色出来，应该会比较好一点点哦。这个可以供大家参考一下啊、哦。因为其实我也不算是竞技场非常厉害的玩家，但是大概打久的话，就大概知道哪一些东西是比较必要的这样子哦。好，那我们这边的话，待会我们就是继续来种一下我们的那个，种一下太阳花花跟米饭，好不好？基本上这样就没什么太大问题，而且感觉就是因为目前来说我们分数也没有说非常非常高，所以感觉就是大家现在的话呢，不是说那么多人都会玩这个模式哦。其实我觉得植物大战僵尸应该还蛮多一些，就是可能那个一开，我觉得蛮多一些，应该都是一些小朋友在玩的吧。就是我所谓的小朋友，就是可能是那种就是你可能幼稚园啊，妈妈拿给你手机那种，所以他们可能有时候打这种竞技场的话，就可能不太会思考。而且我们现在玩的是那个就是北美版的嘛，所以应该有更多的那个就是北美小孩会玩这个游戏这样感觉。所以应该打起来还算是蛮轻松的啦。但是遇到一些真正会思考的大人的话，可能就会比较麻烦一点。先把它缩小一下。有缩小了，看嘛，缩小这边的话，我们就可以拿到比较多的一个分数，这样子。是是是是是，然后我们这边直接放了一整坨的这个，好不好？僵尸阵营区，再缩小，欸，我真的觉得这个缩小花真的声音很可爱啊，完全没问题。然后再交给我们这个爆炸，完全很 OK， 好不好？其实我觉得这样的话好像真的还蛮猛的，就是换上了我们这个干扰姑姑，然后米饭这样架起来，基本上很 OK， 超 OK 的，完全不用担心了、啊。然后旁边再放多一点这个什么生产僵尸豌豆荚，所以基本上大家在打竞技场的时候都要搭配一下，就是你要看一下，就是我们目前来说哪一些僵尸是比较适合就是放出来这样子哦，也不是僵尸啊，哪一些植物是比较适合放出来的哦，这样打的分数就会比较多啊。那 boss 竞技场的话，基本上就是用我们就是直接让那个伤害直接打到 boss 身上的话，基本上就会比较好打一点点。你看我们这边基本上很 OK 哦，看米饭直接碾爆，然后我们还把牛感染了。牛感染之后的话，它会直接变成牛，然后僵尸好像不会在上面一样的。OK 啦 ，OK 啦，我们这次分数应该颇高颇高，好吧，颇高颇高。所以这边的话是非常建议大家，就是这关的话应该要用一些那个吃吃阵型啊，因为吃吃阵型的话这边加的分数应该比较高一点点哦，就让他们一直不断的被缩小啊，然后被吃啊之类的。看一下，如果把这个缩小之后的话，那个鸡鸡会不会也缩小？鸡鸡不会缩小鸡鸡反而还是会就是变大的那个形态哦。那鸡鸡稍微比较麻烦一点点。你看我们这边僵尸大军超强的啦，好不好？我昨天刚玩的时候，我看到这个豌豆荚，我也是一整个啊，什么鬼东西，超级无敌帅的，好不好？完全没问题，好不好？这样的话基本上就可以取得一个比较高的一个成绩了。那对面的话，基本上我觉得有些可能也可能是一些，有可能是电脑啦，我不知道，因为其实我后来发现，就是竞技场这边的话，感觉好像不是每一个人都真的是那么顶强那种概念。哇，一次就加十个也加太多了吧？他这个好爽哦，他这个直接一次就给你拿十个那个碎片你就可以就是很开心的直接那个把它弄起来。好，我们再玩一个一局，来看一下我们这样的阵型到底能够连胜到哪里。我觉得基本上应该还算是蛮 OK 的啦，毕竟我们这边的话有米饭哦，所以每一期的这个竞技场专属植物证都要给它拿起来，米饭真的是太强了。所以目前来说，这支的这个竞技场花花的话，我们也是势必要给它拿起来的哦。就拿起来的话，基本上应该都会比较好打一点点。米饭给它全部装起来就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了哦。然后中间再放一下太阳花，然后一开始这边的方法就是先让太阳花就是先升多一点太阳哦，这样我们就有更多的钱可以先把那个大家给控制住了，这样子基本上没什么太大的问题，好不好？我觉得其实太阳花好像只要中一个就好了，其他中那个米饭基本上应该就还蛮爽的，好不好？加油加油加油！除非对面还有什么其他的方法，不然我觉得米饭现在是强无敌，好不好？世界无敌强的那种，世界强手啊，世界强手。然后我们旁边的话就让他们就是放僵尸去吃他们了，也可以。
要不然就是再种个太阳花。我觉得每一排都种一点那个僵尸好了，因为让那个僵尸来当个坦克，我们就不用放那么多坦克了这样。然后米饭再继续种，米饭种起来，生活没烦恼。而且我记得米饭好像是就是全范围都会有的，所以基本上你就让米饭自己去做一波攻势就可以了哦。好，然后这边的话，我们再种个太阳花，多一点多一点。然后牛牛要过来的时候呢，可以给他吃这个。哎、欸，他已经略过了，是不是？哎呦，他开吃开吃，快吃快吃！哦，喷过来了，喷过来了，没关系没关系。哦，对面感觉也是会玩的真玩家的那种类型哦，感觉没很好打哦。放一下，咕咕咕，让你被我们感染。哎、欸，对耶，对面是会玩的耶，对面这边感觉有点恐怖哦。但目前来说，我们应该还算是 OK 啦，可以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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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来很重要的就是感染问题啊，感染这边的话，一定要让他们给感染到，会比较好。好，既然要感染，我们就再多放几个僵尸甲，好不好？就目前来说，我们能够赢分数，就是因为我们有米饭，你知道吗？米饭真的是太强了，强无敌。先缩小，先缩小，我们把大家都缩小。哎、欸，他要超过我们的分数了，完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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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快，我们要超回来，要逆转，要逆转。先打扮变缩小了，这样我们分数会不会比较高啊？其实我也不太知道、欸，哎。哦，这一把咬得好紧，咬得好紧。他到底是用什么可以咬这么紧？那没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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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油加油加油！缩小花花发挥，我先把他们缩小，这样应该就可以加比较多的分数了吧？吧，我是说吧，完蛋了完蛋了，我们这边有一个直接被那个了，被浪费掉了。但感觉起来我们分数应该还算是颇多哦，应该是有加到分了，好不好？有加到分。僵尸开咬，有这把应该是拿下了，太好了，好不好？对啦。那大家目前来说的话，用什么阵型来打这个？哇，它有一个不一样的这个东西耶，那个不知道是干嘛的。但是我们这边的火力好像比较厉害，因为它应该是有用樱桃炸弹啊。但是其实打我们这个竞技场的话是，好像大家不推荐拿樱桃炸弹的样子，好不好？所以这边的话，大家可以自己考虑一下，好不好？好了，我们今天基本上跟大家介绍的就是我们这个超酷炫的这个豌豆植物。我真的觉得当初它一出来的时候，我自己吓到了。我想说这到底是什么鬼东西啊？你们有没有想到它会直接从自己身体诞生出绿色的僵尸呢？也可以就分享一下你们自己一些想法了，好不好？那没有什么队伍打我们是竞技场，也可以在下面留言告诉泽边啦，好吧？那我们继续玩到这边啦，我是徐平，再见喽，大家拜拜啦。